吐水晶。
下怎么够？一下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哎，动起来。N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 T 的刘雨晴。你刚刚是不是讲错了？对，我是你。我是 Uni T 的 Mina。Mina， 耶！我们今天带来的一首蛮有趣的歌曲。好，那一起。你先。好，来，因为今天我们是要来运动嘛，所以我们就先帮大家带来一个开场曲，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，来五六七八，让你动起来呀、啊！战胜提醒班，我怎么不记得啦？哎呦，没有大字报哈，反正对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大家听了就是有想要动起来的感觉了吗？我们中间重点呢，就是不只要让他们动起来，要让我们动起来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战胜体脂肪。最主要的角色应该是我们。对，比赛的是我们。因为重点是这次的那个减脂比赛，为期一个月啊。对，那事不宜迟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请教练出来？好的。对， 对。掌声欢迎我们的吉米教练。教练，教练拿了一些我们要吃的东西。教练，这是什么？教练太过分了！教练太过分了，你知道教练一只。好贵！等一下，教练要不要？怎么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要这样讲，就是你们是七月的寿星哦。对，那我们公司耶，体验每一个会员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祝福。每一个会员都有？没有，就是你们，就是为什么准备这个活动？哎，就是给你们好吃的好料的。哇，而且这个看起来超级健康哎，就是上面就是水果，水果，王美手。王美手，王美手，而且荔枝很贵，你知道吗？我很久没有吃荔枝了。OK， 教练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，我们今天唱个生日快乐歌好了，五六七八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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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OK， 耶， okay, okay, yeah. 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吃，哎，运动完再走开，走开，谢谢。等一下。哎，Mina明天生日。对啊，那其实就是我特别准备一个东西要送 Mina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送你哪里你都知道什么意思？来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完蛋了，我总觉得该不会是……你不要讲出来。该不会是敌人？你知道要给我零食大礼包？对，之类的。真狠，真狠，你砸中，超重的。哎哎 ，B C D A， 哎，可以拿出来吗？可以拿出来吗？可以啊。衣服吗？你把那哎，衣服吗？都来打开哎，抹布哎，买过抹布，什么东西？因为以前我都是拿破衣服拿去。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。没有，教练就说女生练背肌的话，穿露背装很好看。那我跟教练说，我不会练背肌，因为我不会露背。我从来没完了完了，我不小心准备了，对，我会好好练背肌，然后之后就可以穿露背的衣服。好，希望你喜欢。那既然明天生日的话，那就是啊，教练，嘿，对对啊，他是可以多做一组吧，就是哦，十组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十组都没有问题，呀，那太棒了。我们寿星要优惠一下嘛，啊，优惠啊，再多两组，多两组。哎 ，OK， 好，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。那我是今天负责训练两位的教练，我叫 Jimmy， 我来自 Anytime 新义安和店。那我们全球都有我们的据点，我们总共有5000多家。那在台湾的话，我们有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还有高雄等等分店。那我们是24小时的，那欢迎大家各位夜猫族没事的可以来找我们运动哦，谢谢。任何时间去，没错，没有借口了，没有借口了，没有借口，教练很严格的，没错。哦，教练，那我们今天其实有邀请一个人跟我就是一起来接受您的考验。哦，是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欢迎蔡哥，欢迎蔡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嗨，我认识你对吗？没错没错，你可以。那跟镜头来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乔，可以叫我乔哥，然后我的 ID 是559404。谢谢、欸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乔哥会叫做乔哥？因为我本来叫大乔嘛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个性很有哥的范儿。哦，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有？有是吗？可是其实我是女的啦，有看得出来。我看得出来你是女生。我昨天有去看你的直播，哦，我有看到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唱歌很好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乱唱一通。啊，唱歌很好听。乱唱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唱很认真的，还说，哎，你还是别唱歌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直播一定会有抽奖活动嘛？没错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抽的东西呢，是我们 Anytime 新
上杯的这个吗？没错，我该背错边了，对不起，是这个。天哪，实在太害羞了吧？要代言拿还背错边，在这边发他。还不如发我。那我们的大礼包，我们有送毛巾、漱口袋，还有我们信义安和店的体验30天。30天、啊，没错，让你们体验哦，体验哦。还有最重要的口罩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口罩，哎、欸，大家要注意，最近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防疫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带着。偶像海报，对，大家只要送出偶像海报，就即可参加抽奖，没错，记得送出偶像海报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事不宜迟，其实乔哥，我们每次来这个节目啊，我们都要做一些就残酷的面对现实的部分，就是要站上那个体脂机。好的，今天很漂亮嘛，可是为了那个数值好看，要不要先旁边猜一下？就是好好好 ，OK， 对对对，能猜的尽量猜。我的体重，对对，太精心准备了啦，嗯。那其实呢 ，IG 呢，让 Life 的 IG 有做一个活动，只要你在下面留言，哎、欸，乔哥的体脂是多少？真的这个蛮过分的，我一直这样觉得，不好意思讲出来。好了，只要留言乔哥的体脂是多少，你也可以参加抽奖哦。那还要 hashtag 你的朋友。一位朋友，对，一位朋友，你要贴着很多位，也是 OK 啦，好不好？明天中午开始留言，对，然后到礼拜五哦，大家你要记得哦。哇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教练，你要不要先讲一下，今天预计带我们哪一些的动作啊？动作啊，没问题。就是教练，我是最近有点累，就是希望不要太严格，这样， okay, 毕竟。我们就是七月生日嘛，对不对？年纪也往寿星优惠涨了，寿星，别讲，我们年纪往上涨了，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老人福利。完了，那你们这样子的年纪，那我不是兵马俑了吗？教练就是平常有在练，比较壮。OK， 好，今天的话我会带两位做简单的暖身操，是我们简单的核心动作，简单核心动作，对，暖起来。那今天主要呼应我们主题是再见的肉肉腿，所以我们会关于。你的下肢的部分，没错、最基本的能力，但也是你们女生最喜欢练的东西。也是，那女生做起来，如果平常没有练的话，会特别困难吗？因为有些问题，就是像有些人的髋关节可能不太会动，所以他们在蹲的时候可能有两种，一种是我们所谓的正确的蹲，往下站起来，对，那种是错误的，就髋不动，他会变用跪的方式，那这时候你们的膝盖就比较容易受伤。原来，哎，鼻子量出来了，哦，乔哥鼻子出来了，鼻子量出来，要这样直接公众的跟大家讲吗？其实很瘦，哎 ，Toki Toki， 等一下，其实真的超瘦的，给大家看，大家先猜一下，大家猜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吃完炸鸡就要运动，往重的猜，谁？来，大家猜一下，有没有18、17啊之类的？我想问一下，乔哥之前有测过体脂？有，大概多久之前的事情？大概一年前，有点远了。数值有变动，变多是变多还是变下？下。哦，那是好，不是，现在是比之前上。哦，之前上，对，所以大家要往上的猜，大家往上的猜、哦。等一下，他们就直接猜哦，40、50这样，他们都是没有那个界限的。大家对，有23的出现了，其实差不多，接近了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有20的耶，都是怎么样？我看起来是多肥？26应该是我吧，我脸这么肥。只这边就猜了这么20的脂肪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公布吧，因为大家要参加抽奖嘛，大家一定要抽中整数哦，整数。谁这么厉害？很接近，有人猜得很接近，怎么有人猜小数点啊？厉害、欸，厉害、欸！很香，我是不是在镜头上看起来就是这么肥啊？没有啦，22.9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去。所以正确答案是45.5。45.23，23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颁奖典礼？23比我瘦哎、欸，真的瘦，骗人，真的。45.5对不对？我上次测24，我上次测24，没有。大家一定要去23留23，然后你一定要 hashtag 你的朋友，好吗？要 tag 你的朋友。好，那其实运动之前嘛，我们就什么刚好是雨晴的年纪，你走开。23吗？哎、欸，那很年轻。对呀，还刚毕业吗？出社会一年吧。那也跟我年纪差不多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先不讲年纪，不谈年纪，谈数字伤感情，你懂不懂？嗯，好啦，事不宜迟，那我们因为要运动，我们要面对现实了，暖身，暖身，没错，没错，暖身要怎么做？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听说就是前几天的直播啊，昨天嘛，那个小豪教练就是一直这样，然后像 battle 这样，你有点按耐不住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热舞的灵魂？是不是快要解放？我听说教练好像说他想要把小豪教练换掉，他跟他 PK、什么热舞的什么健身界的，他说小豪算什么 ？No， 完了，要被污名化了。再帮他开一集。小豪教练，你有在看吗？他说他要 PK， 他说他不屑看你。有。
无聊运动。已经换主题了吗？已经换主题了。那个健身界的那个舞王之称。哇，有对不对？有对不对？那教练是不是可以来秀一段？秀一段。哎，那个歌曲可以吗？会不会太慢？啊，有一点太抒情了。太抒情了。那可能要帮他来点那个激昂一点。教练，你要跳什么？什么 king 还是？对，教练擅长什么？你直接定杆。嗯，我觉得就是 freestyle 吧，想跳什么跳什么。freestyle 教练有 freestyle， 来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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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举你 go go， 哇，哇震哎，哇震到你教练都歪了，呜，哇 Mina 上 battle， Mina， Mina go， 大家我们很努力的，记得丢偶像海报，我们真的很努力，我们真的很努力，挑战起来。哇、哦，地板好滑、啊！哇、哦，蹭镜头，蹭镜头，这世界是镜头流量时代，有没有？没有跑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其实也算是暖身够了，是吗？暖身够，好累啊，好累啊，年轻大了。哎，看戏的感觉怎么样？啊，不错，我觉得教练应该演很久了。其实很想跳，对不对？教练想跳很久了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但今天主场是你们，不是我。No no， 那教练其实我们平常的舞风不是这个。哦，是吗？那是不是要请你试点？这是可爱的，既然我们都一起合作，那我们要 QQ 的。对对 ，QQ 的。QQ 的。我们请最 Q 的 Mina 来试。哎，我发现我刚一直背着在跳舞。负重训练，你们懂。而且你在里面还装了那个水。水吗？我也装了。多少？700cc 吗？哎。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就是我们的第五张单曲，好不好？好。一秒一秒约好的888那一段要不要？就是888嘞，一耶一耶，就是我们要吹泡泡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啊！对，我们很简单。我们后面吗？对，右手比这个小妞妞是吹泡泡这样。对，吹泡泡，然后这边是那个企鹅手。对，然后就是八的时候要推出去，然后收回来再换手。对，然后哇好协调哦。然后先，然后比这样子，两个赞，然后变成一个爱心，拿爱心分开。对，屁股要先往右，往左，再往右。哇，大家舞感都很好哎、欸，天哪！ Okay, okay, 那我们直接开始好了。好，太厉害，大家直接用这个暖身，等一下我们就不用做了吧。哎，没有，该跑刘三是要跑哦。对，被发现，不要想出来。五六七八。八八八八嘞，一耶一耶，再一次，八八八八嘞，一耶一耶，耶！其实我根本没看到，其实我没看到教练跳怎样。对，有点尴尬，好险我拍手了，好险我拍手了。差一点点，有点可惜啦，好啦。好，回去看回放。事不宜迟，就是大家送偶像海报参加抽奖期间呢，就是也要多多帮我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因为平常我们练舞也是蛮累的。啊、特别参加健身，啊，跟你们一起运动，希望你们不要吃饭的时候就说，哼，真好，看我们在运动的这样。嗯，点赞收藏。有人说教练真可爱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转推了转推了。哎，转推，嗯，谢谢。太快了吧。接下来要请教练就是为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暖身的一些基本动作。我刚以为你要说教练在为我们带来一些进攻干。我想看教练跳舞。奇怪，我看你们动起来，你们的收视一定都比我好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们看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东西放一放，卸下行囊。那我们要怎么站呢？教练好，那我在前面好不好？我在前面做示范。OK 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简单的动作叫做熊爬。哎，熊爬是练习我们简单的核心。没错，就是那只 bear 可爱的熊， bear， 来，我们就学它。哦，我喜欢熊。好，等一下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会四足跪地，双手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，来呈现一个屈膝的动作。好，做的时候注意哦，脚尖部位帮我顶起来，这样子。顶起来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身体稳住，脊椎打直，让自己的膝盖扶起来。光这样子，其实很多人的核心就开始出力喽。教练，手是要在肩膀下方吗？对，正下方会比较好哦。哦，好，熊爬嘛，所以我们会学习熊，学习熊，所以我们会类似的两手同手同脚往前，往前，对啊，再往后，同手往后，哎，同手同脚，对，大家注意哦，很多人会不协调，会说哎找不到家，哎太不要暴冲，我们是文明人，我们不是动物园。文明人，对，我们就学习他们爬的方式，哎，往前，往后，哎，做，我们做的过程中，我们慢慢做就好，不需要是哦，很忙很忙，所以等一下做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这样子爬，轻轻爬就好了 ，OK 吗？好，
好，请问我们大概要做几下呢？好，我们这样子，大概可以爬回家了。这样我们前后大概抓八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八下吗？对，前后算一下。哦，前后踩一下。对，前后踩一下，没错。好的，了解。那前后几步算一下？嗯，一步吗？两步。好，两步。好，哎，前二后二。前二后二，前二后二是一下。怎么？我觉得他算数有问题。往前爬两下，往后爬两下。来，大家说一就一，二就二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请教练帮我们。来，大家预备，大家预备。天哪！好，先撑起来，各位熊准备出发，预备 ，Go！ 来一、二，来往后来一、二，米兰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完了，找不到家了，找不到手，来再来一、二，来往后来一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一直完了，有绳要落掉了，来三往前。哎，往前二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哎，我错了。你是要多偷偷让我多做一组？哎，生日愿望不能讲出来，那不是我的愿望。哎，我们还没结束，继续。好，来第四哦，来往前一，二，来往后来一，二，好来五，来一，二，好来一。所以这个是屁股要跟屁股的话，尽量可以跟你的前面的肩膀一直线会比较，所以比心力太高喽。对不起，没错。好，来继续，来往前一。今天我们已经几下了？来第六，来一。才六。二，哎，稳稳坐，它不需要快。来一，二，好来一。我很常当熊。二，来最后一次哦，来一，二，来往后来一，二。OK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像还可以哦。我觉得我已经流汗了。没错，熊爬很累。又回想起那个小时候刚学爬的时候，你才记得起来。一二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那乔哥，还没问过你有没有运动过，不知道这个强度你 OK 吗？还 OK， 可以再强一点。真的假的？哦、还有哎、欸啊。乔哥体脂这么低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小 K， 教练，请问这是练哪里啊？就全部吗？因为你看你们刚刚撑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你四肢都在发力了，发力了。对。对，然后还有主要是核心的控制。如果你们慢慢去做，才会体会到你整个核心都在一起抽动，一直在用力。哦、好，我们要干嘛？Level up， 还有 up， 当然要 up， up 啦。Level up 来，哎来，我们有前后嘛，就有什么，就有左右，哦、就有左右，上下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吓死。好，那要我们以刚刚的动作为基础，等一下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同手同脚一起出去，会变成是往外面收回来。那我就会不协调。往外面收回来，所以过程中一样，你身体尽量不要凹来凹去的，稳稳做就好，它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好的 ，OK 吗？好，一样，我们就是。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，然后左边一次，这样就好了。就是从右边出去，然后再回到中间。对，没错。右边这样，教练要等一下一点时间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，学习学习。对对，我们都是那个新生儿，新生儿。我们现在人家新生儿，七个月。好，那我们左右的话，我们就抓六下就好，好不好？六下。哎，左右算一下，来预备，来 go， 来二，好来一。二，还有大家很会爬哦，来三，我总觉得有种被家长称赞哎，很会爬、哦，哎一，哎家长很会爬哦，然后才到终点呢，婴儿展，熊熊兄弟们二，婴儿爬行大赛，好来一，来宝宝加油，二加油加油，各位熊宝宝们，我应该是爬第一名的宝宝哦，你们滚着吧，来二，来最后一次哦，来一，来二 ，OK， 嗨。各位熊宝宝休息一下，今天还需要休息的。好，这个感觉如何？左右的移动的方式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比较难一些些？有，就是协调性要练一下。没错。我觉得前后比较累，我也觉得前后比较累，对不对？因为左右比较容易，次数比较多。嗯，可能是次数。那有人觉得就是不一样的用力方式，也许它是什么？爬熊宝宝里面横爬界的冠军，你就很能这样爬。哎、你螃蟹，我你练久一点以后上节目当才艺，就是横爬最快的上偶像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把两个动作合体。啊？前后左右。哇，我觉得我一定会不协调。在跳台客舞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用熊的方式，这样你们多一个才艺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就不用用台客舞了。大家可以动一动试试看。好的。所以等一下怎么做一样，我们可以先往前，往右边。
往后，往左边，前右后左，我觉得好不协调。前右后左，前右后左，前右后左，做一个正方形，一个小正方形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总共做四次就好了。我想说先绕一圈看看。好，我们从这边，从这边不先绕一圈看。哦，可以做六次吗？哎呀，六次，我们是想奖励死我们。那大家要给他们奖励嘛，对不对？有海报的送起来，有海报的送起来，送麦克风，送麦克风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专属的 AKB48 的麦克风，没错。送麦克风，教练说他会再跳一支舞。耶！不是卖我吧，各位，各位拜托，那送我剑，送我剑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那个灯我在闪，已经吧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哦，我们要开始哦，各位，各位。教练想转移。好，来哦，那这次我们要听前右后左 ，OK 吗？好，对，当然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习惯的方式，就是稳稳的这样爬 ，OK 吗？好，预备，跟我来前，来右，来后，来左，哎，第一次哦，来第二圈，来前右后左，哎。哎，可以哦，那我们可以加快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啊，预备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、哦、呦，很快，一、二、啊、三、啊、四，哎呀 ，OK， 四次了，四次了，哎，我们发现冠军是雨晴。哇，这种人是讲讲讲讲话讲的人，就是干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又超怕他，很累。非常非常非常认真在爬，非常认真在爬，厉害厉害啊！好，那我们的暖身操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有没有稍微热起来一点，各位？哦，有啊。哦，小热，小热，这胸牌。哦，恭喜！恭喜！教练，恭喜一下，中奖了，中奖！中奖！恭喜！严俊佳，俊佳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，你中奖了！中奖了 ，bro！ 中奖 ，bro！ 你可以得到那个一大包 ，bro！ 一大包我们的大礼包，对，大礼包，我们的大礼包，还有三十。的体验券，教练准备好，就是因为严俊佳来你们的那个新安和店，你要好好的对待他，例如熊爬式。没问题，我要从一楼爬到二楼，再从二楼爬回 B2。教练，有这么高吗？健身房没有啦，就 B1 跟一楼。就我想说，怎么会多了两楼？先吓一下他们。哦，好吧。我想说，怎么会这样？早说嘛，我就去二楼练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我们暖身结束。哇，那段时间暖身结束嘛，就是看。对。我们下一个呢，就是如果大家送偶像海报的话，我们三个会拍一个合照，而且还签名哦，要抽奖送给大家。我们的签名合照。对对对，在下一个抽奖里面，大家记得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一定要送出偶像海报。哦，三个吗？三个，有三个哦。一二三就有三个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这是四个吗？哎，我就来来我们店，来我们店，要送多少送多少。啊，免费拍是吗，教练？啊，对，免费拍。怎么这样？哦，来店可以找教练合照，我的。红了红了，教练红了。哦，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参流量，参流量。可以可以，教练很努力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舞蹈能力比我们好太多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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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教练？是不是听到音乐有点受不了，想要跳一下？有一点，教练想跳很久哎，哇，教练跳到都完全不会出框，有在算，哎，是吧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他说教练好帅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大家谢谢大家。那这个时间呢，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教练呢？就趁现在问一下教练，让我们喘一口气哈。OK， 像哎，你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？欸，像是 Mina 其实有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 Mina 有一些内八的部分。欸，教练，我们站中间好了。哦，好。哦，对，教练站中间，怎么是你？好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是教练。闹闹。Mina 教练好，Mina 教练好。Mina， 等一下活动给你带。好啦，就是 Mina 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内八，哦，内八。对，就是像做深蹲的时候，膝盖总是会内夹，往内。内夹好，通常我们最常听到吧，大家有所谓的内外八的问题。那其实这很多文献，那大部分在八岁之前你是可以去比较好的矫正，除非你是太严重的那种。他现在已经八要成。他看起来像八岁，可以。我还有救吗？我还有救吗？再加二。我不能把那个年龄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主要讲我们内八，那通常内八可能是有几个地方。对，我们常常叫是可能是什么？我们俗称叫下交叉综合症。对，主要是可能你的腿的内侧跟外侧量可能明显不足，甚至我们的臀部。力量不足，对，或者说你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不太好，没事一直这样，
哎，没事。有吗？好像练他超喜欢鸭子座，怎么办？哎呀，鸭子座，鸭子座还好，还好。我也还好，因为我每次鸭子座都会被他骂。哦，我就是因为鸭子座对腿型不好，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就是坐好。完了，今天我没有跟鸭子有关的动作哎，怎么办呢？完了，之后帮他你哎，那我应该可以做很好，因为我跟鸭子很熟。再两三天，呱呱呱呱。OK， 反正就是在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啊，尽量不要是维持这个动作。做深的时候，你可以尽量可以拿那种所谓的橡胶的翘臀圈去练习，看外面的力气，让你自己可不可以往下做。因为这是蛮多古人会发生的问题。像有人问深蹲会不会伤膝盖啊？哦，深蹲伤膝盖，好，深蹲伤膝盖，我们只能说风险的高与低会比较好。对，那。像是如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如果我们蹲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不动，你这样子膝盖压力会很大很大。对，那你看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它其实要注意哦，压力变小，但还是有压力存在。对，只是大部分压力会给你，就是你们想要练的腿的地方。所以动作正确非常重要哦，各位。刚刚有个问题啊，是有人问说教练的舞蹈是自学的吗？哦，对啊，我从大学一年级才开始哦。哇，那很有舞感呢。我、就是因为以前我是校队，所以我高中以前都是在当篮球的校队，空手道。哇！小明要不要多踩多一下？多踢一下。哎呀！怎么办？你很好 Q 哎！对，我们拿做不好教练表现，是教练会给我们飞踢。激发第三穿肠。尴尬，就直接就教练踢一下这样。没做好，教练让你可以助跑那种空中的踢吗？空中踢这个有那么多距离吗？所以教练其实可以。可以。但是我怕我把镜头踢走了。对，那主要是说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练完，我就坐在我们道场旁边，他隔壁都是高中生嘛，那时候，然后他们在跳舞，我就看说，好帅哦，好帅，好想跳舞哦。然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就是，去考进正式的大学，然后就比较轻松就加入社团这样子。哇，热舞社的。没错。对，如果大家还好奇教练呢、啊，就是有什么？人生故事的话，可以找他报名课程，好不好？私底下来问他。而且24小时，教练2点还可以跟你聊天。哇，我想行吗？我生病，我想睡觉。想睡觉，可是不行，我们好像要正课要开始了。没错。但我其实蛮想睡觉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正课要开始了。今天主题，再见的肉肉腿。那就要讲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动作就是肉肉腿，肉肉深蹲的部分，深蹲的部分。那我们也要会分为三个，进退阶，进退阶。好，第一个最简单的深蹲，大家注意哦，我们的双脚的部分，可以与肩同宽。如果不太舒服的同学，可以稍微往外开15度角，开十五度角，注意膝盖不要内八哦，往外开。好，做的时候双手你们可以用来一样少女祈祷式，对，少女祈祷式。来吸气的时候往下，屁股向后向下坐。直到你的屁股略低于膝盖，当然了，教练要多低才是够的，还是我们就直接这样下去？最好是略低于膝盖，然后再略低于膝盖，对，略低于膝盖，然后再把我用力的踩地板，站起来吐气，站起来吐气。啊，教练，所以下去慢，上来快吗？对，可以先这样简单的操作哦。了解。来，跟我简单做好不好？少女的感觉。好，来吸气往下，起来站起来吐气，吸气往下，站起来吐气。教练，膝盖发出咔咔声是正常的吗？咔咔声哦，咔咔声有很多种原因。你请问会痛吗？不会痛。OK， 好。但他咔每咔一下，我心蛮痛的。哦，没事。我怕我骨质疏松了。你的心还在这里，你的心还在这里。差不多要裂了。那通常骨头痛痛的，可能是里面骨头有声音，是里面可能有滑囊，里面有泡泡，挤出来的声音。如果你不会痛，那其实你可以正常的操作。因为以前我也有。那没问题，教练还蛮健康的。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一个动作深蹲。深蹲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从他的深肩一点点。好。我们会先维持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叫做我们叫它鸭子蹲。鸭子蹲。等下是讲跪站。要跪下去。跪站，但你不要用力的往下。要 hold 住。hold 住，对，稳稳的操作，稳稳的操作。了解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二个动作 ，OK 吗？好。对，那你可以跪跪蹲蹲。对 ，Mina 可以边呱呱叫边蹲也可以。Mina 看你秀了，等一下。好，最后一个稍微难一点点，那这个动作可能家里需要一些小空间。我们要干嘛？深蹲跳。啊？感觉好累哦。对，好，等一下怎么做呢？一样，站好你刚刚的站姿，来吸气往下，起来的时候用力跳起来。只要跳起来就好。对，跳起来，然后注意下来的时候，让膝盖稍微。缓冲，对，如果你打直，其实会蛮伤我们的膝盖的，会蛮伤我们膝盖 ，OK 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先
我们会每个动作去做，去做，做完会往 level 2 level 3 OK 吗？这是一个循环是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中间会有休息的时间吗？五秒钟可以吗？五秒钟啊，这是间歇课程。好短哦。对，让你想一下，刚刚等一下要练什么？等一下要练什么 ？OK。好的。那我们想要看就是每一个人，因为我想要去挑你们每个人的动作，每个动作。那我们先最有问题的开始吧，教练。哎，是我们。还是我们看观众们想看谁？想看谁？想看谁先？谁先来？谁先来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乔哥也可以哦，乔哥的粉丝。乔哥，开始拉拢你的粉丝，就你。开始拉拢粉丝哦。谁先来？谁先来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看起来就没问题吧 ？Mina！ 所以 Mina 先吗？当然是教练先做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我做完了，我做完了。我刚刚也跟着做了呢。今天是谁在动？谁在动？摄影师先来，不要这样。不要的，小编先来的，还是我们投经济姐姐一票？好，那我们就先从 Mina 开始喽。这个留言数太多了，我觉得是我的名字比较好打，所以大家都打。没有，你人气不差，你要这样想。人气不差，人气太好。你的粉丝铁粉，照你的。Larry 姐姐是谁？是我们的经济姐姐，是 Larry 姐姐。我们经济姐姐叫 Larry。完了，不熟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假友情，假友情。Oh my god！好，那从 Mina 开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到中间，那你们两个等一下可以稍微复习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他我就会不协调，观察一下。OK 的，你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的话，这个动作第一个深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三十秒。好。哎，就是你一直做，一直做，那保持好你的呼吸 ，OK 吗？好，预备 ，Go。教练，我可以不做少女祈祷，就是做少女爱心是吗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要站也可以，你要站也可以，好吗？爱心不能扭曲哦。好，来 ，Go。好，起，很好，很标准哦。吸气，吐气，可爱的表情要出来。哎，没错，感觉力量在你脚掌的中间哦。爱豆鲁，爱豆鲁，爱豆鲁就是要做一些可爱的表情。没错，很好，保持呼吸，保持呼吸，吐气，稳，踩。不要在那边笑，很闹哎。哎，我们认真的表情，认真表情，很好，来再低一点哦。哎，很好，漂亮，标准的。好，要低一点。啊，还有十秒钟啊，加油。教练，这不是次数式的，是要计时秒数式的，没错。好，好，保持好一个循环。来，三、二、对对对，一 ，OK。好，来五秒钟休息，变回鸭子喽。乖乖乖乖，好，来准备准备准备，来预备，来先维持刚刚的深蹲的动作。好。哎，我们要下来，我们要下来，我们要下来，哎，很好。来预备。然后要跳起来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还没跳。这是跳。最后一个，要最后一个，完了。他做第一组而已，就这样。然后也要再站起来。没有，哎，我们是什么？哎，跪跪。哦，是要跪的那个。哎，站。我的记性不好哎，好。完了。完了，这么年轻。没错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来准备喽，预备，来 go。稳稳踩。教练做这个姿势的时候，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哦，第一个，大家下去的时候，因为很怕像我们的膝盖，对，大家会做故意想抢快的时候，膝盖直接往地板扣。嗯。对，那可能抽完膝盖就黑黑的喽。哎，保持呼吸，保持呼吸。哎，我们看前面。哎，那注意，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高度。好。哎，哦，累了吗？没有，起来跟下去都是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我是不是没有坐标？那教练他起来的时候，脚其实已经有点并在一起了。对，要开一点。OK。哎，就尽量还维持你深蹲的强度。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你可以的。五、四、三、撑到个免费教练课。一 ，OK， 耶！ Yeah, 你还有五秒，你还有五秒。休息时间，传一下，传一下，传一下。四、三、二、好，三二一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耶！教练时间比较快。没错。好。好，来深蹲跳哦，注意哦，下来之后注意膝盖不要打直哦。教练可以做一做，忘记什么。好，来想象深蹲跳，你是要准备当一个竹笋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要干嘛？回，跳起来。对。没错。好。好来。准备哦，预备 ，Go！ 呀呀呀，好，哎，用尽你的生命，注意身体健康。来，要不要要不要一直可爱沙田拍不一样的？爸爸爸爸嘞耶耶，加油！小心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哦，加油！很想喝水啊！爸爸爸爸嘞耶耶，健身房的专属水。一 ，OK。哦，这个很累。没错，辛苦辛苦辛苦。这是少女的爱心，看你大家学起来。好。哎，其他两位，另外两位哦，剩下我们乔哥跟雨晴喽。我们 Mina 就开始吃瓜，当吃瓜群众。我去旁边吃瓜。
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看哪一位观众想看我们雨晴还是乔哥呢？我的粉丝还没下班啦，教练，他们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人，对，他们说雨晴要压轴哎、欸。他说我要压轴，什么意思、啊、？OK， 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嘉宾乔哥进来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我忘记，我忘记教练，教练好好辛苦哦，今天的课程要讲三次。对，当教练不容易啊，大家。好 ，OK， 那第一个深蹲嘛 ，OK 吧，简单的。好来，三十秒，预备 ，Go！ 加油，乔哥！加油！哎、欸，注意哦，乔哥，你的膝盖不要内八哦。哎、欸，来，吸气往下做。来。想要得到吉米教练的一对一指导，可以去新营练场教练哦。大家要尽量往下做。哎、欸，对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啊，好，踩，用力踩，踩地板，站起来。哎、欸，很好。要一定有，就是拉到那个。对，有感觉你的后侧股二头跟屁股有稍微被拉开，就可以站起来了。有喘、okay ，有喘。好，来再来哦。站、嗯，好，我们看会一口气直接做完，咻咻起来。哎、欸，非常好。大家这时候也可以送一下偶像海报。会抖，没有就可以参加抽奖，签名抽奖哦，拍一个签名抽奖。好，来五秒钟，来够四、三、二，跟着教练一起做减肥变简单。OK， 好，来休息一下。slogan 都弄好了，很棒哎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准备第一个动作喽，鸭子蹲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看，预备是长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是跪跪站站、哦、第二个动作。哇，现在有红包可以抽手气哦。加油！哎、欸，练协调，练协调。哇哇哇！哇，加油！稳的，稳的，稳的，乔哥。哇！要不要直接边唱歌边做啊？冲不了啊！乔哥直播是559407，好，他的 ID 大家记得去看他直播559407。今天不知道运动完哦，可不可以唱歌哎？现在应该肺活量变更好了。当然必须啊，时间还没停。大家多聊一点啊，怎么问呢？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可以？会偷时间啊？他的时间快跟慢没有一定，主要是坐稳，坐稳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坐扎实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，教练？没错，但扎实也很累哦，扎实很累。好像也是更有感觉。哎、欸，来加油！下次要听乔哥开直播唱歌，不是这种彩妆的话，可以去他直播间，先去 follow 他，追踪一下好不好？可以追踪我们两个。OK， 好，来乔哥休息一下，乔哥休息一下。好，最后喽。最后一个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来准备哦。鸭子蹲好累，没错。降谱降谱，预备。单只鸭子不简单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太小了吧？来，用力用力往上。抓得住我。一，加油！加油，往上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下来之后一起，啊、加油加油加油，往下。这个真的超累，我刚才做这个也觉得好喘。没事，加油各位，加油各位，深蹲跳，加油，最基本跳跃能力。那深蹲跳，请问教练是可以做到极膝的那种，就是你说跳起来吗？对啊，那个腿要更大力。哦，所以这个动作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我在怀疑我们日常的训练。没问题，你们日常训练怎么这么累？更加火热啊！对不起，忘了你了。啊、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OK， 好，来，乔哥，你觉得做完如何？现在比看似简单，看 Mina 做还好像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的话要人命。是不是开始想说是不是真的不容易？真的滑一下外送平台，看晚餐要吃什么。好，各位请滑到健康餐，谢谢。教练，还是你有代言健康餐，跟你订会比较便宜吗？哦，没有，我都自己煮。哦、好吧， oh. 想要加点贴心料理，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不要乱送哦，不要乱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大家如果喜欢乔哥的话，就是记得也要送出偶像海报，就可以收到乔哥的照片还有签名呢。三个人合照了，对。OK， 好来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还没做啊？拉瑞姐姐就是你了，来拉瑞姐姐，不要逃避呀。没错，压轴吗？我现在就压给你看。我这个特效很满哎，特效满，圈起来，圈起来。因为我想到今天就来那种打水摸鱼，主持一下，控个场。哎呀，好吧。好，那哎、欸，你看我们太激烈了，你看瑜伽垫都歪了，瑜伽垫都歪了。他、啊、这是刚才教练跳舞的时候歪。教练跳舞的时候已经全场都歪了，好不好？对。OK， 都怪教练就对了。那雨晴啊，你压走哦，你压走哦，你要不要更狠一点？不用啊。你要不要四十秒？不用吧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节目时长不够，教练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你 OK， 你可以做很快。不是吧？好，来准备哦，准备喽。好来。教练，我已经忘了怎么办？哦，讨厌，再来一次。讨厌。那你加十秒可以吗？不行，那你回来吧，我记得了。好来，预备，深蹲哦，预备 ，Go。哎、欸，很好，尽量做。注意哦，
轻松的啦，轻松的啦，有啦，手机拿来，我打个手游啊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撇步，在做深蹲的时候，我们眼睛可以尽量朝前面看，因为我们往下看的时候，你的颈椎可能会歪下去。哦，我想说，教练要说地板上没有钱，可以不用看。哦，有男儿膝下有黄金啊，啊，女儿膝下上面有什么？嗯，这个不好说啊。聘金。好，再十秒哦。怎么好像大家都没在理我的感觉？可以啊。哎，大家帮我加油啊！什么意思？大家都隐藏，大家是喜欢送礼物的啦，人家都是。大家，我大家一直说吃完再加。我的 IG 是 YU7.714，谁刚刚做特效？我做特效，教练就刚刚那米娜，你有翅膀了。我有翅膀，哪里？大家说爱吃米娜的动图。哎，教练是够了吧？够了，因为刚好时间也到了。啊，原来对，好累都没有 cue 我停，怎么这样？哎，真的，我翅膀什么东西？哦，对不起，您那么苗条。对嘛 ？OK， 好来，厉害哦！我们要准备第二个动作喽，第二个动作，好来，鸭子蹲，先维持好动作，来，预备 ，Go， 稳哦，稳的哦。哎呦，这姿势偶像做起来不太可爱呢。哎，那你可以做别的动作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好协调哦，好协调哦。什么意思 ，Mina？ 鸭子都用。飘的不是吗？就是在，哎呀，我刚才失礼了，浴缸全身心哎，对不起啦。鸭子不是用飘的吗？好，准备十秒哦。鸭子下面其实也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它会一直这样子。对，而且鸭子蹲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要右脚上、右脚下，左右都可以哦。我知道我们现在在吃饭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动，你的膝盖以后走楼梯就会跌倒。哎，三、二、威胁是一 ，OK。我教练，我累了。哦，还没，但你还有。一个动作，OK 吧？大家都有的，你一定可以。好的，那个飞起来的鸭子蛋糕可以少吃一口，给大家多吃一口。嗯，自己想办法咯、嗯、我们的诚意哦，我们的诚意哦。我送你礼物，帮我挡一下啦。哎，什么？他都忘了。什么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是真的忘我要节目效果。算了，教练算了，我刚才想说，不是在，你听我解释，因为我想说，不是在直播，你怎么丢礼物的？OK， 那我们就做我们的咯，我不要理他了。来，最后一组哦，深蹲跳，深蹲跳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预备，要起飞了。来 ，Go！ 一，我有睡哦，稳的哦。雨晴，如果不当艺人，可能是当运动员了。可以当健身教练。哎呀，教练有职缺吗？已经很多人会想要上雨晴教练的课。没错，没错。教练喜欢泡茶啦，对。泡什么茶？我们喝一些健康的减肥茶啊，的消脂啊，好美。对啊，菊花茶好睡觉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还有十秒。怎么还那么久？当然啦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一 ，OK。轻松哎，轻松完成，轻松完成。教练，我们要收操了吗？哦，还没，还没，我们先让你缓一缓吧，对不对？缓一缓。操过那么久。OK， 好，那。姐，三位做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哦，大概是大腿吧。大腿，我好像还好。对他还好哎，教练。没有，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先第一个做，我不知道动作是怎样。嗯、然后我刚才看的时候，我才想到好像鸭子起来的时候好像可以飞一下嘛。哦，飞。你还想飞？他想二加三，教练。还是你要跳到下坡？跳到下坡，今天运动量直接达到巅峰了。那个时长不够长。大家对对，大家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你在后面就可以再做了，好不好？谁谁要加来一加油？仓鼠加码好吗？仓鼠加码，哎，没有，不是我加码啦。哎，明娜要加码了。有人说那叫我名字啊，又没有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人家明娜觉得强度太低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教练，请问你后面还会有没有安排一些动作？对对，我们应该有新的动作要学。OK， 好。还是明娜的妈这个 level up 这样。哦，可以可以 level up。没有初学者，我初学者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那我把教练这个瑜伽垫卷一卷。要收起来了吗？那没有，只有我的，我的。不需要用瑜伽垫、欸、我会先示范哎，对、欸、教练有那个帮你加码，帮你加码 ，OK。好，等一下这个动作叫火箭推，火箭推，火箭推，你们可以找那种类似水壶啊，或者是比较稍微一点点重量的动作，物品放在身上。来，吸气的时候往下一个深蹲，起来的时候哎、欸，手伸往上，往上推，哎、哦欸，吸气往下，往上推，哎、欸，它是一个协调的动作，协调动作。那不只练你的脚。如果有点重要的话，可以去练习你的上半身的肩膀，对，因为肩膀也是我们很常把东西拿上去。嗯、你们跳的时候，还有像是拿麦克风，你们很需要肩膀的力气、嗯、，OK 吗？
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这边啊，教练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唱歌。可是你们这样子唱、啊。偶像歌手在录音的时候这样唱。哦、有啦，那种摇滚乐手会这样啊，很嘻哈的。我等你未来的发展。不过你们整团也可以变那个发展啦 ，rock 风。我们的拉瑞姐姐受不了。一点说不行。好，那。那我们拿水壶吗？还是我们现在不拿任何东西？都可以，你们可以拿这个，也可以拿这个啊。好啊，好，那我们为了这个节目的反差呢，你站中间，然后拿那个比较有效果。没错。但我今天忘记跟你讲，怎么整那么快？整那么快？运动不会增加我们的能量。第一个是这样，然后起来之后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应援应援的感觉。我们健身频道，我们开一些医学的好了。就这样拿起来就好。对，但注意深蹲还是要做它本来有的深度。我觉得我是脑就是记。自信不太好，救命！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准备啊！好，那我们的乔哥可以拿什么呢？教练，乔哥哦，我想想看，那我们拿体脂机吗？这么狠呢？这么狠拿体脂机？拿那个灯架！哇，你们一个比一个狠，那我们就拿好，我们拿好狠，太狠了！我们拿瑜伽砖好了，再拿两块是吗？好，心里觉得它多重，它就有多重，可以吗？你可以两手这样子抓。这样子啊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做一样，统一三十秒，好不好？好。教练，如果有人做错什么的，可以直接点出来，就是让他再做一组也没。你为什么讲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？哎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女团之间的厮杀。我在帮助你减脂，明娜，你有没有吃那些糕饼？啊？你今天不是问我？我没有吃，我没有吃。哦，没有吃，你太 hold 住了。我留给我姐吃。好坏。大姐好坏。好来，准备喽，来，你多蹲一下，就是为你那一队多减轻一次体脂肪。好来，各位预备 ，Go！ 来往上推，哎，下来才能往下哦。加油，大家加油！哇，大家可以顺便起来的时候摆个表情 pose， 胜利的姿势，让大家截图，让大家截图。怎么我就会截图？乔哥，我们低一点，乔哥。哎呦喂呀！加油，15秒。哎呀，Mina 很 Q 哎、欸，你看，一定是强路刚刚没有上去，加油！加油！强路的轻松教练，他刚没被虐到，我刚没领悟到。好来，十，没有礼物到，送礼物就会有，好像七，硬要闹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 ，OK， 太丢了。恭喜结束，火箭推， yeah. 火箭推 ，OK， 火箭推。好，把东西可以先放在地板上。好，那刚刚火箭推的话，其实两位我觉得做蛮好的，可能跟你们平时动动跳跳有关。有，我过动教练，先等一下，你要先不要动，休息一下。那乔哥的部分就是可能很长时间在唱歌，所以很长时间坐着或站着，所以可能腿的部分会很容易被忽略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再动一下，让你整个身体循环变好。好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要不要再做个十秒？哈哈哈！教练夸奖人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呢。对啊，打骂教育不太好，我们直接是瞧不起。哎呦，小心教育来了。OK， 好，那做完了主课表还要干嘛？当然是收操的部分。哦，终于收操，蛮开心的。哎呦，终于来到这个时候了。耶！好，那我们讲一个大家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常容易忘记，但是呢，要么叫做髋关节。嗯。哎，我们就叫它卡腰肌。我们等一下做几个简单的面向。卡腰肌。对，就是你的髋骨这边会连接你大腿有两条紧紧的。欸、它最主要是帮助我们去让你骨盆往前倾，往前倾，或者是什么抬脚、欸。你会发现很多我们的、可能去过医院，经过物理治疗所，发现一些年长者他们移动很慢，原先这边太弱了，让他的手抬不起来。对，那我们比较年轻的，我们去做保养嘛，对，用很多也要让它伸展开来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等一下做我们半跪姿在地板上。哦，换脚好了。好，放在地板上。那我要换吗？不用，都可以。好，做的时候双手去推你的骨盆，推骨盆，慢慢吐气往前，然后你慢慢可以头往前。请问教练，可以多低，还是就是到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？到你想去的地方，最遥远的地方。我想要去美国。哈、哦？可以，那你髋要推到那里、哦。我只想去迪士尼。来，往前慢慢吐气推，然后你会感觉你跪的那只脚那边会紧紧的。哎，我觉得这动作很舒服、欸。你说是大腿前侧这个地方吗？对，就是你的这边内侧的、嗯、对，这边会紧紧的。了解了解。很舒服哎、欸，在家就没事可以拉一拉。慢慢吐气，哎，往上看，往上看。往上看。
米娜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天使了。我看到天花板。不要跟他一起上去好吗？好，好好的活着。三，我以后一定是天使。好，慢慢回到正柜子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二个面向，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对侧手，对，你是右手右手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往你的轻轻往你的侧边转，对，去伸展你的侧边，侧边的部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欸、慢慢吐气。但这个姿势要注意哪个部分吗？这边注意，因为你的脊椎来说，你不要整个是大歪，整个大歪。欸哦、主要骨盘是正，慢慢的向外延伸出去。啊、对不起，怎么干啦 ？OK， 好，来慢慢回正。回正。欸、好，最后一个方向，那我会往你的腿的这一侧去旋转，伸展出去。这边。欸一样，不只伸展你的髋关节，还伸展一下你的胸椎的部分。哦，对，慢慢吐气。好，大家注意哦，髋关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它是一个360度的关节，是最大的关节在身体里面。OK。好。那我们的髋关节目前评分如何？嗯 ，OK， 都蛮正常的。太棒了，没有测完的问题，或是哪个地方碎掉？好，慢慢转回来，我们换脚。碎掉应该肩不会在这里。对，你们可以顺便测试看，你们左脚哪边比较紧。OK 吗？好了，让吐气往前，来推你的髋骨往前。手还在哪里、啊？哦，所以你可以推屁股，一直往前推。好，你可以让往上看，吐气。哦，大家的筋都不错哎，大家筋不错。哦，哇，啊哇，哎，不太会唱。好，来慢慢回来回正。好，来一样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对侧手，好，往你的另外一边压过去。哦，乔哥，另外是对，这是金项链的手。Gold chain, gold chain, gold chain, gold my drop。乔可以再回来一点点。My drop。对，再回来一点点。OK， 慢慢吐气，往侧边去伸展你的侧边。这个动作我昨天上瑜伽课有做过哎、欸，没错，对啊，看起来不是很稳，教练旁边的人一直干扰我，好像不是很稳。毕竟你们是竞争对手，啊、你看我们嘉宾就一直放在这里。女团心结直接播给大家看，慢慢回正。为什么碰得到隔壁的？那什么检查又怎么碰不到隔壁的？我碰不到、啊。好，来，再做一个旋转，伸展你的胸椎。那边，哎、欸，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哎、欸，胸椎你会感觉你的背或是你腰那边会紧紧的，紧紧的。因为它肌肉拉很多，了解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尽量往另外一边转。不行，我不行了。尽量看向后方吗？你说360度吗？无限远处，无限的远处。不行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看太远。好，慢慢回正，慢慢回正。OK。哎。好，简单的，我们的髋关节，髋关节 OK。那我们做最后一个。歌式，歌式，哇，今天不是，这是禽类的一些动作，没错，今天好多动物哦。因为我也是禽类吗？好，你是鼠类不是吗？啊，鼠类。然后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双脚，我们的单脚，对，我们的踝跟膝盖尽量可以一致。一致是他们一起堆叠吗？没，平行。哦，平行是，没错。平行的意思是这样吗？没错。好，做的时候呢，屁股慢慢往下坐，乔哥很软 Q 欸、往下坐，然后身体往前趴下吐气。欸、去伸展你的臀侧，臀侧。我们现在是一个膜拜的姿势，膜拜教练，故意的故意的自肥，教练自肥。有一个规则是消失不到几分钟，没有人脸的话会自动关播。请问这样子是合法的吗？想问一下小编。OK， 因为大部分女生的筋都比男生还要软，所以男生这样已经在叫了，这样子。那你叫一下，啊，怎么痛？OK， 好，慢慢的用手把自己推回来，然后换脚，换脚。那像是女生也很喜欢练臀线，所以肌肉可能在那时候用力的时候会很紧绷，那勾姿是个很好放松的方式。这也蛮舒服的。对。以前我们高中很不懂事，就觉得这个动作叫卖口香糖，超坏的。哇，这个东西。我们超地狱的。哇，地狱梗啊！哇，儿童不宜，米娜快忘记。哦，我们太坏了，对不起。欸、年少无知，年少无知。大家都有青涩懵懂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学教练哦。我们要看向教练的现在，而不是他的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吐气哦，吐气。哎、欸，就感觉你的臀部有没有延伸？哎、欸，你的筋很软呢、欸。我其实刚进来的时候还蛮硬。哦。对，刚进来的时候是被推下去的。啊 ，OK。每天都是。然后我们就啊，我们很多这种影片。教练，我刚进来的时候还不会走路。
我们 AKB 呢，就是诉求是素人啊，任何零基础。我真的是进来才学会走路。对对对，他进来都学了很多东西，真的学会怎么做人，对吧？明天怎么踏步那个超人？要慢慢回来，不然乔哥要直接睡死了。乔哥好睡吗？OK， 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收操，今天课程到这边结束。耶、yeah! ！谢谢教练，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收操哈，就直接睡着了，直接趴死这样。对对对，如果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的话，我应该可以现场离开这边。还有十三分钟，那教练可以再为我们介绍更多的不同的放松的方式吗？因为其实现在人都久坐嘛，也有说过上班族久坐，而且女生啊，其实平常回到家，像我姐可能上班很久，她就自己坐在电脑前面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。那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下肢啊可以更放松，或者是让整个筋骨比较舒服 ？OK， 好，其实很多上班族哈，其实当然不只有我们所谓的。下肢的问题，其实上半身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我们刚刚提到，有个胸椎的部分，胸椎的部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做这个，那其实会让整个人舒展蛮多的，就不会所谓的弯腰驼背。OK OK。那这个动作很可爱，叫麻花式。麻花式，麻花卷偶遇性的，对啊，热量很高吗？教练那个麻花卷？超高，大家因为超高，因为我妈妈是天津人，所以我们很常去天津的时候有个十八街麻花。一个很好吃，吃一次看，妈呀，怎么500大卡啊？那教练，那如果是放假的时候可以吃吗？如果你一天只吃那个，我可以接受。教练，你们吃一下生活也是这么辛苦的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。经理会记录你们的体重或是？如果有时候需要标一下体态的时候，可能非常需要。教练刚刚瞄了一下经理一眼。没有了。你看人家跟我们看那个拉瑞姐姐一样。好，那要我们先来做示范。那可能因为我会躺在地板上，可能你们可以靠近一点看。好。好，麻花式做的时候呢，我会先做侧面，对，好，做的时候呢，我的前脚外侧脚会在上面，后侧脚在后面，对，就像马里奥那种感觉、OK 吗？好，做的时候呢，你的这只手抓这里，对，然后这只手抓这里，哎，要把自己搬开来。教练，请问这个姿势一般人真的学得会吗？如果比较不行的同学，可以就先跪姿，然后。往旁边延展就好，它就是把你身体这样对扭的感觉，整个打开。对，那最好是你的肩膀可以碰地，然后这只脚也可以碰地。哦，了解。这是外侧脚。外侧脚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做的时候慢慢吐气，慢慢吐气。以前我们拉伸是慢慢推，因为这个不可以马上下去，不然你的身体很容易会受伤。所以是左手要拉右脚。左手拉右脚，没错。有拉有关脚，左手拉右脚，对，怎么拉得到？来来，好像玩拼图一样的感觉。Come on, baby, come on, go, go, it's good. 那我左脚抓到脚踝，抓到脚踝的部分。教练，你不要逼人，小心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碰不到。那教练这只手呢？还抓膝盖而已。哦，膝盖，摸膝盖。啊，膝盖。哎。看那边嘛。对，看一下另外一处。另外。没错。你要好好的好吗？好，可以。对，好像有点辛苦。我好像那种在垂死挣扎的什么生物。哎，两位也要一起的，你自己看。当然了，我们胸椎很重。瞻仰他的容貌，他的体态。你们可以开始，我先躺一下。OK， 好。那这边拉完是要换另外一边。好不协调。你知道，哎，乔哥，你的外侧脚在上面，在后脚后面。然后我躺下也要好看一点，等我一下。我是个 idol， 对不起。要自我期许。小心哦，你胸椎会紧紧的。好，一定记得去抓你的脚哦。好，等一下，教练，我是 idol， 我要整理我的容貌。OK， 大家可以看他这边，你看，大家认真，只有他在顾他的美颜。没有，教练。我已经长成这样了。教练，我是就是 idol 的容貌怎么样？那早安，哇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。慢慢吐气哦。大家回到家一定要一直拉筋，好不好？好，会感觉让胸椎跟腰一定紧紧的。要注意血液循环，好吗？啊，大家可以送偶像海报，可以抽签名的拍立得。对，拍立得这种东西非常珍贵，而且是有来宾。这些来宾呢，他的 ID 他等一下会直接念字，因为我不小心忘记了。米娜说他唱歌很好听，请大家多关注那个关注他。OK， 来我们哪里说好？换边，换边 ，OK。等一下，换一边，我会不协调，哪边？没事，教练会帮助你。但我先看你。给粉丝帮了发号指令。对啊。右边是左边，左边是右脚。这什么边是这样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另外一边的协调。等一下哦。没错，你做对了，来抓他，抓他。抓他。对，好，拉多一点出来。这样。再拉高。好，来你的右手抓这里，抓你的膝盖。这样。对，拉高。早安。
欸，感觉你们的肩膀希望可以碰，尽量靠近地板，比较硬哎。对，因为你们都有惯用边，惯用边。哦，所以右边会比较舒服。好像是，左边比较下不去，左边比较高。看你们喜欢转哪里。哦，我喜欢转向回家。哦、啊。可以吗 ，Mina？ OK 吗 ？OK 吗？可以。那、啊、如果一般人其实如果他做不太到这个动作、一般人其实特别是男生，因为男生很常用力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会很多人的肩膀或是膝盖是碰不到地板的。哦。那另外就是要慢慢把它压开来。哦。还好我刚还没吃晚餐，不然我一定吐出来。啊，我刚吃了。你怎么没感受到那个两个温泉蛋在里面撞？Mina， 我们手可以拉，脚可以拉高一点哦。这样。哎，没错。那教练喊叫了，哎呀，这样。这就可能比较紧绷了，所以看这边他没办法下去。对，我要蛮高，教练去帮他压吗？我左边。敲也有一点点。为了身体健康，米娜加油！真的下不去了，不知道什么右边比较可以。而且他约莫这样子的距离，大概15公分左右，他什么时候可以下去？这要天天拉喽。哦，天天听到没米娜？可是我在家，我都会想吃。好，慢慢回来。好，有哪里不舒服？有哪里不舒服？米娜哪里不舒服？姐姐太呆滞了，怎么办？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拉出去了，灵魂不舒服，他已经出窍了，他灵魂不太舒服，寻找九个分灵体这样。Okay, okay. 好，胸椎麻花式，对，就是我们会让一些会员，如果他有长期，比如说驼背啊，或者身体很紧绷，我们会让他简单去操作他们，简单去操作他们。对对对，我可能平常太驼背了。对，这个也可以矫正驼背的这个动作吗？驼背的话还有很多的原因，那我们还可以做最初步的一些简单的。我们说算是治疗跟恢复哦，治疗跟恢复，对，算是最浅层的，对。OK， 哥了解。那 Mina， 你觉得今天的感想怎么样？就是做完一整个运动，我们要站起来还是继续坐下？坐下好像也蛮糗的，不想站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坐下来也是蛮糗的啦，这样子，这样结尾，那大家要不要讲一下感想？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鸭子的那三套动作，就是深蹲。那个其实鸭子是只有第二个叫鸭子啊，第一个叫深蹲，第二个叫鸭子，第三个叫深蹲跳。啊，还记得那个往上推那个火箭？可是深蹲跳很像鸭子啊，就是起来的时候，鸭子不会飞呢，它会呀。你是你们的 MV 太多，是给大家这样。很闹好闹，不要自己偷偷打歌，因为喜欢你的 MV 上线了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这个是你的感想吗？对，就是我希望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做这个动作，我可以当一只更称职的鸭子。谢谢大家，非常觉悟。可以，你以后的不要叫 Mina，、因为很多人听我讲话说我很像鸭子，所以我可以努力练跟鸭子有关的动作。好，期待你下次的惩罚。对，那乔哥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很喜欢刚刚的扭麻花的。哦，你喜欢那个动作？你们有发出声音吗？有一点点，尤其是脖子啊，还有这边尾椎的部分。那他的话注意就是我刚刚讲，他是一个，如果自己控制不好，或是别人控制不好，他可能会造成受伤。慢慢就好了，不用急。就像我一开始做个简略式的，有时候你们刚起床的时候可以屈膝，好，慢慢的延伸，然后头往后看。昨天刚起床，好健康哦，一起床。对，一起床，先往下床就这样。光下来就要花个20分钟来练伸展。这是教练出门头发要 settle 之外，原来还要先拉筋。对，我们由内到外都要好看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是一个完人的表现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像我啊，今天做一些大腿嘛，其实我超害怕一些什么肌肉啊，像我们平常跳舞什么的，很怕长小腿肌耶。而且我小腿肌超级壮的。他一直说他跑步长小腿肌，所以我想问，跑步到底会不会影响肌肉的生长？因为我超级无敌爱跑步。对，他后面有一个砖块，你有看到吗？真的，瑜伽砖在这边呢、啊。瑜伽砖，我今天看到今天主题是练什么，就露腿，然后我就不敢穿短裤，因为我想说我的小腿肌真的太壮。他教练一看，哇，就是你需要练。对啊。其实，在我们几个简单的可能研究里面跟解剖学，那小腿它很大一部分是遗传基因。没救的意思吗，教练？如果你想打肉毒，我们不反对。教练，我没有钱。所以肉毒真的会影响走路？会。没有，会可以瘦小腿。那我们以健康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不建议。那怎样走对自然的疗法的话？好，那其实最主要就是所谓的小腿拉伸嘛，拉伸。那通常我们最简单的是，我们会整条腿一起去拉。对，等下一个脚往前，然后呢屁股往后，不是往下，往后慢慢的往前，你会觉得整个后大到小腿会紧紧的。哦，有紧。有，我很常这样拉，可是还是小腿肌。好，教练希望你7天49天，一天20小时都有拉。OK， 那其实天生遗传，但还有几个成因，另外两个是一个是肥胖型，一个是水肿型的。
对，那这是什么型啊？肥胖跟水肿都是属于是比较常见的，只是你脱水啊，或者是你的脂肪下降，它就会。是禽类。它都什么型？禽类吗？焦阿卡，焦阿卡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几个案例，就是我有个学生，对他的小腿从50公斤就长那样。然后到增肌一直成功到89，他脚后来还是长一样的。哎，是他没有练吗？还是？哦，他有练，就只是他要长大很难，非常难，因为他又属于叫做耐力的肌群。哦。哎，来考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哪边是耐力的肌肉在你们身体里面？心脏吧。哦，心脏很强，世界上最强的肌肉在我们的心脏上面。有猜对吗？就刚刚说小腿。对。哎，它是属于耐力型的肌群。你再猜一个，你觉得哪一个？耐力型的肌群是什么意思？很有耐力。很有耐力，就是可以撑很久。有耐力的肌肉。没错。猜个，是二头肌啊，或者三头啊，还是？不是小腿。小腿是小腿。小腿是其中一项、啊。对不起，下一个，这个节目好难啊。大腿，大腿。好，大腿它其实比较偏向是爆发型的。肌肉，哎，但它也有它的耐力存在。OK OK， 了解了解。好，那我直接讲比较简单的，好不好？你们的腹肌，哎，你们的腹肌就是耐力很强的肌群，所以发现你们可以一直做仰卧起坐，一直做。不行啊，我不行、啊。哎，教练，我不能做仰卧起坐、欸，哎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我的因为背不太能弯，这是正常的吗？背不太弯是？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是直上直下，人家是这样卷起来，我是直上直下、欸。哦。这个人比较正。还是你现在做看看。我不要、啊，怎么？我怎么要变我？可是要怎么直上直下、啊？因为我真的是，好了，我做。为了节目，听到我牺牲。是我起来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很弯了起来。我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个地方就没办法起来。哦，你没有办法这样。哦，那你怎么起来？别人拉我、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好 ，OK。不拉我。哎、好，像是很直、欸、像是这种话，也有可能是可能天生的身体构造的问题。对，但我会觉得仰卧起坐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训练。你可以像是 hold 住我，发现可以这样去操作。哦，教练，我先到你膝盖。啊，是吗？特效不要做那么满，特效不要做那么满。我太直接，这个人比较正直，跟你有话直说。这怎么有音效？教练效果拉满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所以小腿你要变粗，其实蛮难的，蛮难的。那我还有个学生是小腿肌比我还粗，真的比我还粗。那可是他的力量没有我大。哦、oh. ，所以他跟你的，他的确是耐力可以多撑你几下。Okay. 那像是你们看一些马拉松选手，他们其实腿都偏细，因为他们耗能太高了， oh, 对，很多肌肉被分解掉了。对，那他们很厉害，就是耐力超强。哦、oh, ，所以其实粗细呢，就是这东西是要看体质跟遗传，遗传，遗传，所以我应该没救了、拉筋啦，教练还是有救，人生要抱有希望，懂不懂？明娜带给大家希望，快点。对，你们的小腿，你们小腿肌都非常健康。等哪天我的小腿肌如果真的没有，那就是对。不要乱讲话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的小腿肌真的很壮、哦。这是 live 节目，不能剪接，这谁发到来的？好了好了，那就大家今天的感想，就是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多做运动。那也希望乔哥下次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。OK。那我们抽奖时间还有42秒，那教练有最后要宣传的吗？哦，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再次宣传我们的健身房 Anytime 24小时。那我在信仰的店服务大家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提供很多的免费团课，只要预约你就可以上，包含了很多的瑜伽，还有派对舞蹈，欸、或是拳击比较强一点点的有氧课都可以。欸、那欢迎大家来，大家来，欸、我们在非常好的地段，信安河站5号出口左边走到底就到了，2分钟，但是小心，我们前面有什么？麦当劳。哦、oh, ，对、啊，我想说是什么什么纯纯，没错，对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卖那个日式猪排，对，大家小心，我们那边有很多陷阱，超可怕的，训练心智的地方，啊，掉进陷阱卡，而且最狠的是我们那边大叔买一送一的，我们那边还卖什么，多卖一个东西叫做酒。啊！我有经过，我有经过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去的时候都要蒙眼睛，这样，好辛苦。对，抽奖中了，中了，来大家，哇，恭喜以下的用户哦！现在谢谢大家送的偶像海报，会得到我们的签名哦。第一个是阿 k i 阿 a 阿 k i 恭喜。第二个，谢谢夏儿，谢谢。那第三个，笑笑，恭喜。安妮亚，每一个都让安妮亚。好啦，那我们只有今天呢，第一周呢，我们的直播的时间会在6点，那我们就回归8点的时间。之后都是8点了，大家记得6点吃饭，好不好？中间休息一个小时，8点跟我们一起运动，这样可以吗？休息消化一个小时可以运动吗 ？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那我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减脂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那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榜单。好，
恭喜恭喜，来 Mina 先。好，第十名是锦鲤粥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锦鲤粥。第九名是熊熊，谢谢，谢谢熊熊，谢谢。那第八名，第八名是燕，恭喜，谢谢。那第七名是吐司吉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第六名是玉峰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玉峰。然后来是第五名张拔辣，谢谢，就是谢谢啊，对对，我跟你们刚刚一样，恭喜成为第五名，谢谢。好，第四名是安妮亚笑笑，哇咕哇咕。好，第三名，第三名是俊佳，谢谢俊佳，俊佳记得去找教练报课哦。没错。再来是第二名，谢谢夏儿，耶、yeah, ，好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是阿基拉，谢谢。谢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这个活动，让你动起来。那我们的直播时间下周就会八点哦，没错。那 IG 有分享哦，就是一些知道乔哥的体脂的话可以抽奖。对对，大家记得。好啦好啦，然后 take 你的朋友。又讲一次，哇，太狠了吧！真的好不好？真的会知道了。来，如果你有中奖的人的话，记得要点左上的头像私讯，留下电话、地址还有姓名，就可以收到你的奖项喽。Okay. 好，我是雨晴，我是 Mina， 我是大乔，我是 Jimmy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下周见，拜拜。